无数粉丝掰着手指头等待《爱情公寓5》之时，古装版《爱情公寓》医馆校正将于1月28日登陆安徽卫视全国首播。与《爱情公寓》一样，医馆校正是发生在一群同居人身上的爆笑奇葩事。该剧也由《爱情公寓》的主角陈赫、王传君领衔主演。剧中，陈赫虽化身神探，但不改曾小贤贱萌本色。探案之余，跟小伙伴们耍耍剑，调戏调戏大胸美女，甚至与好基友王传君激情互动。各位看官们，想想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呢？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的，我就没有。啊！注意观察，啊、不要贪恋女色。我以后是杀人不见血的方法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死亡率太高了，说不准哪天就挂了。如果再不让我们谈恋爱，那岂不是太惨了？胸大，无脑。我虽然不是国色天香，但也确实是红颜薄命。一件件奇案秘作，一次次为一转换，一条条轨迹多端，一回回千人观看，一段段爱恨情仇，一片片喜笑怒骂，一幕幕风花雪月，一场场魂牵梦挂。我不是大侠，照样笑走天下，男主角我问前，我出神入化，不是大侠。你说你们是脱了马上穿的快，我不是大侠，绿衣心中快乐，不至于你把脚冻化。朱大夫，随意吧。皇上得罪了。